馆。今天一天小梦导游就要带大家看遍函馆的风景名胜。好了，我们出发。哎，跟上跟上啊，出发了。小梦帮倒忙 ，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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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。保护函馆，所以在函馆呢建造起了这个五角星的防御城寨，就是武林郭。现在正好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嘛，整个五角星都开满了樱花，很漂亮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这是一个很新的早市吗？我们好像来对地方了。哎呀，到了早市，一定要吃大扇贝，特大扇贝！天哪，那螃蟹可就重了，螃蟹得有多大呀？哦，这个这个。哇，那是带的背带。哦，这个，哇。啊，これ見たことも倒。これはお腹。啊，肚子。貝の仲間。啊，貝の仲間。ないです。啊，オレンジの海鮮は別。我看看这个扇贝有多大。噔噔噔噔，美食时间！朋友们，现在请看我的左手边，这个就是有名的海波罗的生鱼片。今天呢是烤扇贝，我们先来吃个白肉吧。啊！我的天！海波罗的皮有点像地瓜哈，上面有点像柿子。不说多了，赶紧吃吧。那海波罗的皮儿和芯儿不一样，什么味道呢？你等等，あんま見てに来るからまずと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ます。もう一口食べます。
们今天继续工作吧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カニ。一回じゃなかった。红砖仓库，去看一看。走啦！这里的港口旁边以前是仓库，但是现在里面是什么呢？走。晶晶。这里是卖特产的地方。真多呀，累死我！我想吃点甜吃甜的。有谁工作伤叹，我们又发现好地方了。淡淡的苦味嘛，到嘴里是涩涩的。这个是日本传统的甜品，有一种像不在日本，像在欧洲一样的感觉。在这里可以换这种异国的服装，还可以化妆。来一下，挺有意义。好大呀！这在壳子里面，只有新鲜的海胆才能这么。
吃了那五个海胆的伴儿，对吧？咦，轻松的把它拿出来。哇，甜的，就可以把它喝下去了。海胆饭。出发吧！今天用短短的一天，我们就在韩馆看了各式各样好玩的地方，觉得今天很充实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我再来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棒的地方——韩馆山。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本站的终点韩馆山。嗨，那我眼前就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韩馆夜景，但实在是很可惜，抱歉，今天雾真的有一点大。清楚，但是呢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韩馆美丽的夜景是这样子的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哎呦，很抱歉，不过呢，今天有很大的雾嘛，我们现在就像在云里头一样的感觉。云下的夜景也是很不错的体验，对不对？那希望大家呢继续加入我们的小梦旅行团，你想去的地方我都带你去。朋友们，拜拜。城市之外，我爱乡村。我是真的导游了，本来就是。